个人都按照了他体温，按照初步健康宝。我先不排了，我先等会儿吧，等他们差不多了都进去了，我再进去。还挺逗的哈，中间有一条狗来看护着。这舞跳肯定不累，动作太简单了。这是要核酸检测了。那么这么多栏杆准备了。人家不是说了
么多人在那儿，是不是？哦，你们应该有人做呀，现在。没得，早上起来七点。哦。已经开始了是吧？早都做了几天了。到几点了？哦，今天做到，今天做到两天，到了今天做到四点。这个排队的距离又拉长了，进医院以前是在门口，现在是在外边检查扫码。配